晚上其实没有流泪了，因为可能我做好准备了啊，我们也带了一些装备了，还有这个用水把这个毛巾弄湿了以后，还能保护自己，所以其实我没有真的是受到那个催泪弹影响太多。可是我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戴着黑色的手套，开始在这个占领的地方里头捡垃圾，哦，那个我真的是要哭了。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些年轻人新一代都是给香港那些移工这个费用啊宠大的，然后都不会动手做事情的。可是我看到年轻人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那些年轻人在这样的有危机的情况下面，还有这种理念，愿意去捡垃圾啊，把垃圾收集起来，还很快开始有一个回收的系统出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我如果让我记得第一个镜头的话，就是那些年轻人在江陵区开始捡垃圾的时候，是我挺感动的一个事情。那个28的凌晨，我们都在街头，我们都在街头睡，还睡醒。我记得就陈威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捡个色，对，这个叫捡色。我说我们要把这个要墙壁要处理好。在我说捡中山纸啊，我没有陈志明那个社会行动那个现场啊，说我没有那个我也没有大跃亭那个他在保护森林的机制。我的角色是做的，我常常形容自己是 doer， 我是 doer， 不是在工作去做的啊。有什么事呢？我做的。那想起我在最近在想起的时候呢，其实我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最后都没有用上的。我们预备呢，在那个街道道要建立那边嘛，所以我就在那个刚刚好那个酒店呢租了两个房间嘛，就预备了做准备中心，就看着那个街道道看看。好，我有怕呢，当时最后可能政府要把那个通信啊，那个网络呢切断了。所以我买了四个卫星电话，用四个卫星电话呢作为自备用的，因为它就不受那个网络的影响，对着那个卫星就可以通话。所以呢，我有个时间在那个金钟的地方啊，就找位置，打拿着那个卫星电话，看看找那个方向去才能拿那个方向。那我们要订了几部电话呢？再从美国去的那个电话，不是 iPhone 吗？他们不是说不容易接听的。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筹备的时候做。我们要建立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要准备洗手间嘛。所以我们买了差不多30-40个那个活动的洗手间预备在街上呢。但是这些人都没有用到了，没有用到。我觉得在这个十年在回复当中，我们准备的其实都很严格的。广大人被批评，我们呢做那个证人的时候呢，很多规矩呢，很多这个不做，甚至呢。不会来骂打，不会玩手玩口，也不会讲那个粗话，所以可能是我们三个人的心里面有粗话，但是呢，我就不敢用粗话骂别人啊，这样。所以这种气氛我们一起做的都很好。我觉得第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场的香港日 Liberation。 第一次的香港日，我没有想到呢，
没有开会哦，也没有告诉我要怎么样。大游艇就跟记者说，我希望有八百人，700多800人参加。我说几十年来啊，这是个党派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在一起去讨论什么是民主啊，怎么样建立中华啊，怎么样是和平啊。哦，他开出那个人数出来了，我就很害怕，怎么样能够找到这700多800个人呢？还好，最后都能够找到。可是这个声讨啊，我想开了香港民主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各个党派、民间的组织，我们一起做了30几场这个声讨，都能露宿者。在你台湾叫游民啊，都讨论什么是民主，我们应该怎么样争取啊？我们爱我们和平的行动应该怎么样？这个整个动员哈 不是呢，有人说了就说了，以前呢，是从那个不断在很高从底下一直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声讨。我想是开了香港民主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打破了各党派，打破了民间的组织，因为那是矛盾的地方，大家坐在一起分组去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印象很深。当然也有很深的印象呢我们第一次设讨论的时候呢当然要爱国爱香港的那些建制派你们记得一个叫陈定思生他在陈建平在城大参加广州的时候，陈定思就爬上那个书桌上就跟他，但是他是很安静的，好像现在一样就坐在那里也不动，他就坐在那里呢让大家吵，他是我很佩服他在最幻灭的时候呢，他是一种很定很坐得很定，所以可能是他常常振作是有点作用，会反抗那些不好的那个层面啊，这样。那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要我们呢又是做一个工作，就是我们那个要投票的时候，我们走遍了香港、九龙、新界各个地方宣传那个622的投票工作，这是第一次有个组织去推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时候，他能够在7天的时间，这整个香港新界都有些。我最初我跟陈建平去见陈书记的时候，我跟说每天走4个小时好不好？因为是夏天嘛，因为老人家我听他是爷爷，他说8个小时。一天走8个小时，我们就后来呢发展24小时的有人走，就跑整个香港新界九龙，这样跑宣传这个投票，你支持什么方案？我们就动员了所以后来要求80万的投票，是这个动员是在香港说。民主运动的动员来说，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联合整个党派和个民间的组织，也就一起的讨论，然后我们的宣传就进入每一个地方的宣传，这种民主，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就没有什么大的贡献，我就都做。然后呢，他们就计划他们的其他的理论上，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陈建仁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运动本身最后法庭是一个我们的战场，法庭是一个战场，很重要的战场。所以呢，在我们要预报的时候，陈建仁是做第一个镜头，他把整个镜头的概念啊，那个共鸣抗命的理论呢，在法庭讲得很清楚，他讲了四天。当然了，那个律师呢，记得我们三个人都做奖金嘛，所以呢，他舍得他就做了四天的作证，就把整个公民抗命的理论、公民抗命的精神、我们的行动，在法庭里面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你们要看一本书哦。我真的要看一本书，就陈建仁他编的一本书，在法庭上面在法庭上面呢，他的证词，我们律师的辩护，这本书不晓得还有没有，但是呢，这本书是把这个法庭上面呢所说的证词附在里面。我感觉比较难过的地方，也是我的荣幸的地方，为我们辩护的律师 Jerry McCoy， 他在在我们上诉期间头半病，后来安死，他往生了。我有幸就是帮他做那个安息礼。这位律师今生到的时候是没有说要他是义务的为我们辩护，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中环那个地方。他说不是你们三个人能够做的，是香港人既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为我们辩护说你们应该没有这个影响力。他的马上就我们辩护就是了，但是呢，不幸在那个 COVID 的期间，他病逝世。那我就帮他做那个安息礼，那个时候也不能够去问，然后只能够在医院的联防，就在哪里做安息礼拜，出问去火葬场的。那所以这本书你看到陈建仁一直说的法庭是一个战场，可是在我们上诉一个失败了，我们上诉，因为当时说的我们要上诉最主要的理由是争取言论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决定就上诉。所以虽然我们会判6个月哈，但是呢，法官呢有一段判词呢是对我们是很有限的。那个时候他说三子在这个运动当中呢，他没有个人的欲望，也没有个人私利，他们是为着要普选去做，而且呢，他们为保护学生这样做的一个行动，他们没有任何的暴力。所以呢，虽然他最后还是判了6个月，但是肯定这个运动本身就为了普选，为了保护学生。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的第三天哦，他有点跟我说了，就是我们棘手了，我们要去棘手了，一定完了。那陈建仁就说了，不行，我们不能在这个时间离开学生，我们要保护学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一起
这点对于我们来说，不可以看到爱与和平这种信仰，不是说说的，真的能够守护学生，是我们很重要。所以这本书呢，我希望你给你们要了解在法庭上所有辩护的理论啊，陈建文的七天的时间啊，作证啊，这本书就应该你们看看，知道在法庭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谢谢。谢谢。那我这里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解读书里面，或者是好多人自己的记忆里面，都在努力去重新的看到那个时候在你去里面的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我自己那个时候是比较多在万角兰里面在里去，让我回想起来，就是看到好很多是我们自发的维持在里去里面的清洁啊，或者是管理这个物迹啊之类的事情。但只是中间的过程也蛮艰难，我知道你们也蛮艰难的，无论是跟其他参与者一些争论的地方，或者是人在里面的不同的团体在这个运动里面的一些 dynamics， 那就要回想起来中间的过程比较艰难，就是除了刚才朱律师提到自由审判的过程，在运动发生的过程里面觉得比较艰难的时刻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事前，就算你们当时什么再多的协趣的讨论或者是演练，也没有想过要发生要面对的事情，让你们那个时候是觉得是特别的难过的，可以再分享一下吗？当然第一个部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方向的问题，那这个不容易去处理，因为在雨伞运动爆发之前大概一年半都是战中三级那个和平运动，这个和平战中运动带领的，刚才讲过三岛热啊，然后全民投票公投啊，然后到了最后就出现那个公民抗议。可是当那个在你出现的时候，不是从三级做一个起点的，是学生先去占领一个政府总部外面的空间，然后呢开始政府开始镇压，然后市民来支持他们，然后这个是让整个雨伞运动爆发出来的。其实我们原来三级按照我们的规划是十月一号开始占领的，那结果是早了几天学生先开始动起来，那结果是因为学生这样做的话，其实引起了社会有更多的支持啊。我们以前在里头规划的时候，我自己想象啊，我就觉得十万人吧，三十万人已经是最多了。结果从香港中文大学那个调研，学生带动这次的雨伞运动，总共最后是120万的港元参与当中。其实那个规模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那在里头，有人会作为一个调研，就问一些参与占领人，你会跟着谁？你觉得谁是你们的领导啊？你们会跟随谁来去参与这个运动？那发现是学生是大概占了60%，就是认同学联跟这个学文思想，大概是60%。三子大概是占30%左右，另外10%的话会比较支持那个夜学公民，比较勇武一点的，所以大概那个比例是6-3-1，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可是，在那个雨伞运动中间里头，这个学生跟我们三子就形成一个所谓一个多方的对话平台，每天都在讨论怎么处理占领区的问题，前面要怎么往前走，什么时候应该要退等等，就是基本上是学生跟我们还有一些泛民的领袖每天要开会。那个时候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年多里头我们规划的事情基本上不能再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只能变成就说支持学生，学生还是为主的，特别就是政府选择的对话的对象是学联，它是更是学生中间里头更是更重要的一个位置。可是学联的决策是他们内部是要用公选制的，不是说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他们有那么多的大学，有什么事情就要谈，他的每个大学的代表的同意才能够有一个决定。那结果是我们每次跟学生开完会，早上
看一个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举个例子啊，某个部分可能开出来，让那些车比较容易走，然后上班上学没有太大的影响，好不好？那那个可能早上可能同意，晚上学生可以去跟学联其他院校的代表谈完以后，就否定这个决定。明天早上回来的时候，昨天那个不算了，我们要重新再谈。其实重重复复大概79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跟政府谈判的问题。我当时非常反对要退场，三职也好，什么退场，因为学生还没有对话，怎么能够退场？怎么能打击学生？一定要支持学生啊！可是当你这个对话的过程里头，其实中间里头受到了很多的干扰，包括这黑社会打了一些占领者，那学生说我们不对话了，你们一面跟我们对话，一面找黑社会黑道来打我们，怎么能跟你对话？这种事情呢，中间呢出过很多的转折，完了都基本上差不多崩溃了。对话，我们是付出很多的努力在背后促成，说学生一定要跟政府要对话，如果不对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是定这样的一个标准，就说，哎，一天学生没对话的话，我们都要留在场。那学生对话是我们很重要的，可是当学生做完第一次对话以后，里头我们也重新也分裂了。学生觉得不要再谈下去，觉得跟政府谈下去也没有一个真的补血会出现。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不能完成那么完美啊，能够拿到一点东西，总是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的方法，能退，能进能退。我当时也想了一个方法，怎么能够延续这个运动，包括就是说当时要求民主党一些全香港选出来的立法会的议员辞职，然后做成要补选，然后要全香港要进行一个好像公投一样的补选，再延续这个雨伞运动。那那种我们都是讨论很多的，然后可是结果学生都是觉得不愿意再对话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那个对话其实也是涉及到退场的问题。很多学生当时候在雨伞运动之前跑来这个台湾看那个太阳花运动，那太阳花运动其实这个想法有很多像我们三级的说，哎，有一个种子飞是要到某一个点以后还是要退场，这个是太阳花里头他们当时来看到的状态，我们也很同意，就好像太阳花这样的，就说虽然好像没有最完美的结果，可是还是要和平退出来，保持实力啊，而且还是需要有种子飞等等啊。那些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太阳花的啊，可是这个有关这个对不对话退场的问题，来了香港以后，这个就争论更大，没有像太阳花那么容易。我相信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太阳花里头啊，运动里头啊，体制内其实它既有矛盾。那那个时候你看到马英九跟王金平其实有相当大的矛盾。那王金平当时是立法院的院长，那他跟那个总统有那么大的矛盾，所以大家是国民党，所以他还会保护太阳花的学生，而且就还是有一些妥协。在香港没有这种状态，在香港里头内部里头，虽然林郑月娥跟林志英其实内部里头有点矛盾的，可是也没有真的能够好像太阳花这样找出一个能妥协的一个点。所以其实香港的学生的处境是比较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是更困难，因为基本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有足够的理由可以退场，所以真的是非常困难。可是如果这样一直下去，没有找到好的点退场的话，作为我们三警一直观察那个民意调查，其实对一个运动啊，大概过了30天以后啊，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市民也会觉得慢慢觉得好像没有方向，很多人也觉得累了。到了这个雨伞运动最后的阶段，是80%的市民说应该退场的。所以这个整个我们那个时候看到整个气氛是跟太阳花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很不想看到这个雨伞运动是一种非常沮丧的状态上面要退，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早一点，用一个更好的方法来退场，保持实力。可这个问题是很难跟学生达成协议。然后学生的困难其实我也理解了，因为这很生气啊，这么多人参与，结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政府的回应，那这样就退了吗？也对他们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理解他们，
可是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那心里头在很多纠结，所以在雨伞那个占领过程里头，其实一种这个进跟退都很难的一个事情，啊，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啊。可是这种事情啊都过去了，回头看，其实雨伞运动能够打开这种局面，让那么多人参与，把很多人在场都跟我讲说，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回头再看那些争论都不重要，真的不重要。而且当时争论说，哎，人家上班很麻烦啊，交通麻烦，历史从来没有记录交通问题的，就还是一个我们回头看都是一个和平运动，大家为了争取民主付出了代价啊，在那里头里头有很多人开启启蒙，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留下来更重要的部分，那些争论都过去了。